你是男的还是女生？我最近喜欢上一个男生。假设那个男的是你呢？差不多呀。哎呦，你咋不来啦？哎，你错啦，你错啦，你咋不来啦？进来啦。你把我当什么？呀，三不五时啊，嘛爱讲一下啦，啊无，迄甜甜圈会变做红萝烧了。太阳在落下海里面会炸开，如果你看到那道光的话，那你就会得到幸福的爱情。阿利弗。